尊敬的师傅上人您好，今天我们继续采访。师傅，现在很多的大人孩子都在玩电脑、网吧、游戏机上玩杀人的游戏、杀动物的游戏，他们玩这样打打杀杀的游戏都成瘾了。请问师傅，杀虚拟的人和动物算不算杀生？恳请师傅您慈悲开示。杀生。而且，这个东西，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还没有出家，方东梅先生告诉我，那个时候电视是黑白的，没有彩色的，他就告诉我，这个东西可以救人，可以害人。电视它是没有善恶的。它是个中立的，问题看你播言的什么节目。如果播言是负面的，那就害人；播言仁义道德，就救人。他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它像水一样，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他告诉我，将来美国的大灾难，就是这个东西引起来的。在中国现在刚刚开始，必须小心谨慎来防范。那么最近你看，从电视演变成网络，越来越普遍化了。小孩，中国情形我不知道。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美国小学一年级就使用电脑了。现在也一样，师傅。也是哎。一样。哎。那么他们在电脑上的时候，收看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怎么能不学坏呢？天天所教的都是负面的，负面已经变成他的主流思想了，他认为这是对的，认为杀人是对的，甚至于杀父母也是对的，这还得了吗？所以这是今天大灾难主要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东西。所以纵然他没有杀人，他天天灌输这个杀的意念。杀的意念。对，那个念头就是种子。将来他有权有势的时候，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所以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从小培养。那是扎根教育，我们今天扎根教育是什么？是杀盗淫妄啊，是贪嗔痴慢啊，这社会还能救吗？所以非常非常困难。我们了解这个状况。抗战期间，印光大师一生只做过一次法会。在上海做过一次护国协灾法会，他老人家主持的，8天，7天法会，最后一天皈依。杀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化解问题只有真心的慈悲，真心慈悲能化解所有问题。如果不是用这个手段，用其他的手段，只是把这个灾害严重化了、恶化了，没有办法得到真正解决。我们从这个历史的教训，这60-70年来，这个演变，就更能看到，愈演愈烈。联合国最初解决问题，用西方的思维，用报复。用镇压，最后变成恐怖战争，才有部分人觉悟了，这方法不能再用。我在澳洲昆士兰大学找我，让我跟他们大家和平学院的教授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就把中国传统思想介绍给大家。问题是可以解决，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就是用真诚慈悲，用真诚慈悲，才能化解问题。啊，再恶的人，你用真诚慈悲都会感化他。啊，你用镇压报复，那越演越烈，他越不服气。那师父会不会就是孩子吗？还有些大人，我看很多幼儿园的孩子，每个人现在那个电脑就是随时随地可以用的，因为我不会用电脑，就是随时随地小孩都拿一个电脑玩杀人的游戏。他成瘾了以后，然后走到生活当中，有个人不对他的意的时候，他就杀心就起来了。没错，没错，连父母都杀，连老师都杀。现在社会上流行了一句话，师父杀你，我觉得可能都是从网上来的。没错没错，就是我后来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这么说，我当时我心咯噔一下，哎，他就笑呵呵，然后他们说你怎么跟不上形势，这是我们一个流行语，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就是简直都是已经成口头禅了。他这个一个念头就是已经造业了。佛法讲生于一三业，起心动念你已经造业了，这个业你就得受报啊。这是什么业呢？地狱业。嗔恨杀业是堕地狱的，贪婪是恶鬼业，愚痴是畜生业。他起心动念就在造业，口造业，意造业，虽然手没动，已经造了地狱，已经造了地狱，造地狱。那师父，我儿子也爱玩这种杀人的游戏。有一次我让他吃饭，他说我还没杀完呢，就在那儿就是很激烈的杀。那我回去一定让他看这个底片，千万绝对不能再玩这种杀人游戏，不错，杀动物的游戏，不错，可不得了。已经这个游戏就是用佛法来讲的是诱导你堕地狱，诱导你堕地狱，太可怕了，师父啊，不错，很多人不知道真相，哎。一定要告诉他们。对，感恩师父。对于小孩特别要留意，为什么把自己儿女送到地狱去？对呀，对呀，我们做父母的愚痴啊，也不懂教育孩子啊，师父。所以这个电视、电脑，不知道害多少人。造成今天社会的大灾难，就这个东西。太可怕了。感恩您师父。那师父向您请教，那发明核武器的科学家，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干这行的，所以这次他特意让我来请教您这个问题，那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要承担后果，承担的时候对全世界人产生恐怖。核武，每一个人提到核武都心惊胆跳。是啊，你给全世界人带来这么大的威胁，你要不要负责任？这种事情中国人绝不干。中国人不是不懂，为什么不发明？他怕因果报应啊。如果中国人要从科学上发展，大概这个世界1000年前就毁灭了。其实我们老祖宗有有，那你有这个智慧呀，怎么会不知道？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呢。所以中国人走的是道德伦理、道德的路子，绝不走这个杀盗淫妄，绝不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三途罪业。人到世间来怎么来的？业报啊，业报，人生酬业。你造的善业，你来享福；你造的恶业，你来遭罪。这是命运注定的，不是别人注定，自己注定的。啊，自己前世造的，这一世的受啊；这一世造的，来生要受啊。业报生。那我们这一生受的罪苦难多了，来生想不想着受罪，那我就得好好的修啊。我现在明白了，业因果报搞清楚搞明白了。
啊，不但恶的言语不敢说，这个杀是不善的言语啊，不能讲啊，不能起这个念头啊，不能起这个念头，哎，念头都不能起啊。为什么不念佛？事出世间的大善，第一大善就是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不念一句阿弥陀佛，要念了个杀，要念那个贪？错了，真的错了啊！啊，所以念佛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善中之善，福中之福，没有比这更大的。啊，一句阿弥陀佛能消无量劫的罪业，这话是佛说的，不是假话。千真万确啊！对。那师父，就我这朋友，他听别人说，他说现在地狱又新开辟了一个，就专门给那个制造核武器的人，让他们受报的一个地方，是这样吗？师父，把他吓坏了，师父，真有，把他吓坏了，真有，真有，因为地狱不是人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阎罗王造的，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啊，你制造核武。你会想到核武爆炸那个情形，将来那个爆炸谁在里头？就是你在里头。哦。啊，你的血肉之躯随着爆炸风发。哎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所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人绝不干这个事情。你看诸葛亮发明木牛牛马，那是机械化的运输，他死的时候全部毁掉。不留个后人，这是什么慈悲呀？这不是令法了，是慈悲呀。这个东西发展，如果没有道德，那就害人了。啊，有道德，首先他可以救人；没有道德，他害人。那他得为他子孙后代想哈。啊，对，这件事，哎，不敢，一定要对地球负责任，对，要负责任。所以中国人的思考。他考虑现前，他更重要是考虑以往后。他对历史负责任，啊，他对后代负责任，不像外国人没有这个观念的，他只有他这一代，没有第二代。对，所以他干燥啊，所以将来拯救地球还得要中国传统文化。除中国东西之外。这汤恩比说的找不到第二种啊，找不到第二种，找不到第二种啊，所以我才提倡啊，告诉大家了，要学文言文呐、啊，全世界人都要学文言文，因为中国古老东西全是文言文写的，你自己也不懂文言文，看翻译的那差很远呐、啊，等于说别人吃了吐了再喂你。你吃不到原味，你要学文言文就懂得原味。文言文不难，我们在美国大学问的学生，在英国几个学校，我说你们学文言文学了多久？他能说，他能看，他能写，告诉我三年。不难嘛，他们学三年，中国人学两年。为什么不用两年的时间接受五千年传统文化？师父，您号召很多的人扎三个根，尤其《弟子规》，多少人受益啊！后来学了以后，他们去做，才知道哦，这是做人的标准。以前做人没有标准，就觉得反正就这样，别人干嘛我干嘛。哎呀，就觉得特别的受益。这个传统文化的东西太好了，小小的那么薄册的《弟子规》，简直是我觉得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对，太好了。这三个根能救全世界。做人的行为的这个准则全都在里边，真的太好了，太好了。那师父，我这个朋友，他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就说地狱现在已经建立了这种新型的地狱，没错，留着他们这人受果报。然后他毅然决然的就不干这种行业了，然后他就想
就想请您慈悲开示，他现在该怎么样的忏悔？他非常非常的后悔。念佛。念佛哈，那回向给他曾经做过的这个，没错是吧？念佛求生净土。念佛求生净土。对。啊、哦，好，感恩师父。那师父，现在很多人得病哈，要打抗生素，要杀这个细菌。那小孩子肚子里有蛔虫哈、我那小时候就吃过那个宝塔糖。那您说这个吃药打虫，那算不算杀生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师父？有好方法。但是人不相信。啊、好方法就是意念，用爱心。啊，请他离开我们身体，他会。啊，他从大便里就出来了。哦，那如果我自己要有蛔虫，我要跟我身上的蛔虫，没错，菩萨说，没错。哦，没错，请你慈悲离开，对，然后我念佛给你，不然离开人家不干吧，是吧？哪一个？就让光让虫子离开他吧，肯定不，肯定要给他念佛。没错，是吧？得做功德人才能离开的嘛。你不妨碍我，我将来有成就的时候，都是你的护持。哦，这护持的功德不可思议。哦，那您说，比方说这个病菌哈，您说这个病菌的这个细胞，还有这个就是肠子里这个蛔虫，会不会也是跟我累生累劫有缘的报复嘞？没错，一点都不错。那我要吃虫子药打他，很生气的呀。不错，当然了，所以这个事情要化解。要化解啊。对呀、你看那个念力啊，昨天跟你讲的这个美国修兰博士，完全用念力呀、没有任何药物啊，就是用善念，纯净的心，纯善的念头，让所有带着病毒的细胞通通恢复正常。哦，那细胞很多很多，要跟，比方说，要说医生查出是白细胞多，那我就跟这些白细胞都说。对，跟所有身体全体细胞说。啊，跟所有细胞说。对呀，让所有细胞都是健康啊。哦。都不带病毒啊。哦。这应该很灵的是吧？啊，灵，非常。但是我觉得信则灵，啊，不是，老百姓信则灵。对。你不信，你怀疑它，那肯定不起作用。那不起作用，不是。怀疑是把你的功力完全破坏掉了。那师父，你看现在种庄稼哈，嗯，我前段时间自己也开辟了一块地种菜，那您说施农药啊、烧荒呢，算不算杀生呢？是吧？算哈。哎，烧荒尤其不得了。是吗，师父？对。但是现在农民都烧荒，罪过很重。你要想，你一把火烧死多少众生？哦。哎，那个不亚于一场战争。哎呦，师父，是啊。对。啊，师父那么厉害啊。对，哎，你烧荒等于发动一次战争。哎呦，师父。你死多少众生，那个地狱罪有罪业，决定不能干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因果报应的人多，干这个事情人多。太多了，师父。哎，我们以前没有学佛不知道啊，学佛之后才晓得，这个太可怕了。会有成千上万的那个小虫子都被烧掉。那不止成千上万的。不止成千上万的。那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哦，是。肉眼看不见的，那地底下的时候，那全部都死了。哎呦！哎，你就光想蚂蚁一害都多少啊？哎呀，师父，那很多人，所以你越想越可怕。哎呦，真的可怕呀！哎，你杀一个动物，人家恨你。你烧荒的时候，比那个放水抓鱼还厉害。池塘里头水放干净了，鱼一网打尽。哎呀，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族群遭琉璃王的这个劫难，就是捕鱼啊，就这个因果佛说出来的，
啊，这在多少劫之前？嗯，释迦族他们是打鱼的。嗯，啊，一个池塘，嗯，他把水放掉，嗯，里面的鱼全部捞出来，哎、一个都不留。哎呦，啊，所以这释迦牟尼佛那在世的时候，那个鱼已经变成人身了，哎呦，做了国王了，灭释迦族。啊，世尊知道因果，这救不了的，只有劝大家逃避，啊，尽量逃避。啊，目犍连以神通，把释迦族的人放在钵里头。啊，钵是什么，师父？吃饭的钵。吃饭的碗呐？对。哦。出家人吃饭的钵。哦。他有神通啊！哎呦。装五百人，把他送到天上。免得这个难呢、啊。结果释迦牟尼佛说：“你去看看。”他到玻璃一看，完全是血水。哎呦！这要再借，逃不掉啊！没有人能救你，你自己造孽。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这一族的人，他说出来的。逃还是逃掉一些，逃到西藏。后葬，以后就没有再回去了，所以释迦族的后裔在中国后葬。哦，啊，这张家大师告诉我。那师父自己造的业，就是自己必须得了这个业哈，这因果，哎，自己了，要了，了。我们现在就是遇不到净宗法门，你就没有办法了，你想了也了不了。遇到净土法门就好了，这一声阿弥陀佛，佛帮你解决了。只有阿弥陀佛能帮助人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要诚心诚意去念，你要回向给冤亲债主。那师父在念佛前还是要忏悔吧？师父，要忏悔，要忏悔，用忏悔心去念，用忏悔的心去念佛。对，用感恩的心去念，用忏悔的心去念佛，用感恩的心去念佛。对，哦，对，哦，嗯，要知道过去，也不能怪我们。经上说的很清楚，我们先人没告诉我，啊，这个社会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别人这样做，以为是正常的，啊，不知不觉。也就做了这些恶业了。那现在明白了，搞清楚了，才晓得这个厉害的事。啊，不敢再做了。啊，那么人生目标，每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人生酬业呀，酬偿你的业报啊。遇到佛法就觉悟了，明白了。啊，明白之后，那我这一生。我决定要解脱，我要脱离六道轮回，要脱离十法界。啊，遇到净宗法门，就有把握了。嗯，你把这个经搞清楚、搞明白、搞透彻，一点怀疑都没有，你的信心就决定了。啊，能不能往生？欧耶大师讲得很好，全在信愿之由。你真信。我真愿意到极乐世界，这个条件就具足了。啊，到极乐世界，你的品位高下，那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嗯。啊，可是到极乐世界是第一个目标。啊，品位再低也不怕。啊，升到极乐世界，再低的品位也是阿惟耶之菩萨，不得了啊！这个法门到哪里找啊？啊，真的是难行。不但一般人难行，出家人都不相信。嗯，我相信这个法门，二三十年了，不是简单的事情了。啊，上天慈悲啊，给延长我的寿命啊，要不然的时候，我带着疑惑往生，那生遍地疑尘。这个延长三四十年呢，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搞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任务是把这个法门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让大家不要怀疑。感恩您了，师父。那师父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很多农民，他为了就是他庄稼好，然后他烧荒，其实杀了这么多成千上万、数以万计的这些动物菩萨们，他恨死你。等到你以后你再种庄稼，他一定要吃你的庄稼，然后你再拿农面杀他，然后仇上加仇，恨上加仇，恨这个就简直就不得了了。不错，冤冤相报。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定要善待他们。你为别人想，人家虫子那个菩萨也为你想。对，你看这个山东齐素平居士，他做了一桩好事。他在庆云买了一块地，400多亩，那是农地，种小麦，因为他没有建筑嘛，种小麦，400亩，在快收成的时候，麦穗都长好，收成的时候，忽然虫灾，这个麦田里面全是小虫。哎呦！结果人家告诉他了，一定要用农药，你要不杀这个虫的话，你的收成就没有了。他打电话给我，我说那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这一句话提醒他，他就下定决心，我这400亩地宁愿让小虫通通吃光，我也不杀他。哎呦，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慈悲心啊，带着一批人敲着银磬，沿着田埂去念佛，念阿弥陀佛，在转圈念阿弥陀佛，念了一两个小时，下了一阵雨，刮了一阵风之后，一个虫都没有了。这些农民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了。你找一个虫都没有了，大丰收。哎呦，阿弥陀佛，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那就是，这让这些农民亲眼看到的。你们看到那么多虫，你们要建议一定要用农药，要喷洒农药。你看他不用，念阿弥陀佛，一个慈悲心，通通吃光。我也不杀一个小虫。哎呦！所以你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能烧荒啊！不能烧荒。对呀，不可以呀。不可以。你开别土地的话，何必去烧荒？何必杀那么多众生？你要跟众生沟通啊，要彼此互助合作了。你帮助我，我也帮助你。我收成的时候也会分一部分给你们的，这个是对的。干一桩事情，天地鬼神欢喜。与我们有关系的这些动物、小动物，鬼神，都得到利益。这个多了，这是好事。为什么要有一种恶的念头？为什么要造杀业？明白这个道理，牺牲自己生命，我也不愿意杀他。那我死了之后往上升了，我起个恶念要杀他的时候，我死了要往下堕落。人生很短呢，几十年呢，常常想到来生怎么样啊？来生时间长啊，所以人要有前后眼。要能看到过去，要能看到未来呀，这个才叫有智慧呀。只是看到眼前，不知道往后，这可麻烦大了。所以我感觉的，齐素平那些虫，来是给我们做实现的，来教我们的。哎呀！你看，那400亩。小麦不少啊，说成不少啊，400亩，对呀，不少啊。你看齐素平能够牺牲，能够爱护小动物，激发他的慈悲心，让他的慈悲光明照遍那块土地。
啊，让大家都看到，对于佛法相信了。这个法表的太好了。对呀，他表法太好，真是太好了。哎，是来教化众生。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啊。对呀。那师父，我现在请问您一下，因为春节嘛，现在还有些我们国内的很多人就是结婚哈、啊，会放炮，这是否会伤害众生呢？对，伤害众生。伤害众生。对。师父，请您详细说说这个事情。这个空中，哦，有我们肉眼看不见。哦，空中有肉眼看不见的众生。有很多很多。白天也有吗，师父？白天也有，白天晚上都有。哦。现在太多了，太多了哦！你不想别的吧？你就是堕胎的小婴灵，日夜都在呀、啊。哦，师父他们，我想他不止十个亿、啊。哦，你就晓得了，乌烟瘴气，还有杀害的、被吃掉的动物，一年3300多亿。单位是亿，3307亿。哎，对，是啊。你说这些冤魂、冤气，啊，搞得我们整个地球的磁场破坏了，所以你到哪个地方，你都不感觉到不舒服啊。啊，到深山野外，哎，觉得这空气不错。啊，所以这些冤气在哪里？都在人烟密集的地方。他就在那里，就城市什么的、啊、不错不错，越是大城市、哦、越严重，他报复就在这里嘛、啊、这种怨气就是说他们的磁场会让我们感受我们迷惑颠倒，头脑不清楚，这就是他们扰乱，头脑不清楚就会干坏事，就造更重的罪业，啊，将来堕落比他们还苦。师父，我家一个亲戚，远房一个亲戚，他就制造这个鞭炮，然后有一年就特别奇怪，他们所有的家人都莫名其妙跑在这个制作那空间工厂去了。嗯，我们家亲戚很多人不知道那天莫名其妙在那里聚齐了，然后工人什么的也都在这里头，嗯，然后也。就是因为现在也不知道死因呢，就全都爆炸了。嗯，那次那个相当的那个什么，后来我学佛了，我想是他，没错，那些众生怨恨太，因为你杀我们，我们一定要杀你，所以你制作这么多东西，隐患太大了。对，整个那个车间很大很大的，那做了3年啊，您杀了多少说是众生，然后结果就是那整个都爆了，家就是家里头没剩一个人，连亲戚都在里头了，快过年前呢，师父。对，现在的这个果报啊，确实都在眼前，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你统统看到。这个这么厉害啊，师父。哎呦，不能做这种事情。其实师父春节，还有这些喜庆的日子，完全可以念念佛什么的，都挺好的。为什么要放这种炮？我们要知道这种真相，就别去做这种事情了。那你为了你自己庆祝，你伤了这么多的众生。没错。哎呀，没错。乌烟瘴气的春节，那简直是弥漫呐、啊，到处都是那个火光冲天，哒哒哒哒哒，就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好像放了枪炮的那种感觉。没错。啊，很多人窒息而死，很多人老年人气管不好窒息而死，那真的不能这样做了哈，师父。嗯。那师父，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娱乐场所戏弄动物，比方说斗鸡呀、啊、斗蟋蟀呀、啊、斗牛。嗯拿这些动物取乐，让动物互相的厮杀，然后赌博。我就看呢，就是出国的时候看见他们那斗牛，我觉得真的太惨了，让那个斗牛和牛之间互相的杀，最后肯定是必死无疑，两个人两败俱伤，肯定有一只牛被拿那个脚给他撞的，简直血肉模糊的，就当场死亡。还有人在斗牛的时候也是，最后。斗完牛以后，就是游戏了一场以后，还拿那个叉子，啪就把那个牛给
插死在地，我觉得挺残忍的，师父，真的，真的残忍。您说他们会承受什么样的果报？你看到那个现象，那就是地狱相。地狱相。对。让你看见，将来的时候，他的来生在地狱就受这种刑罚。刑罚不是受一次，一天不知道受多少次。啊，第一次就死了，死了地狱里头就风，风一吹你又活过来了，活过来再受。所以一日一夜呀，万死万生，一点不假了。啊，不是一次死的时候，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那师父，您看那个斗鸡哈，我就看那个斗鸡，俩人互相那个争斗，就人挑起这个事端哈。没错。那您说，跟以后他如果当人，那别人也会挑起他的那种斗争吧？斗争。师父，您说，人跟人斗争就是战争啊。世间刀兵劫就这么起来的。啊，这是一种非常不道德、嗔恚心、傲慢心。因为我比你高级，所以我凌驾你之上，我就要玩弄你，我就要戏弄你，我就要以这个取乐。哎呀，那不是取乐，那是造孽。造孽。那是造三途罪业。三途罪业。哪里是取乐呢？这个就是祸福，他自己不知道。价值观颠倒了，那是苦，那不是乐啊，制造三途苦端呢，干这种事情。师父您看，这也是一种取乐，看了没？多少人是一个这样的杀猪的比赛的节日，您看了吗？师父，您看这还比划呢，很多人在照照片，然后您看这张照片，这猪已经被砍下来了，您看，师父您看。对。就是以这种这一种做这种事情，将来他自己要受这个果报。师父，您看这猪的表情啊，您看看那种痛苦的表情啊。对 对。那他下辈子一定要承受这样的果报哈。嗯，在中国过去秦始皇时代的时候，李斯五马分尸就是这种果报。师父谁？我没听。李斯，李斯，哎，做过宰相的哦。五马分尸。对呀，都五匹马了，一个绳子拉着头，四个绳子手脚，啊，马往外面跑，哎呦，就撕裂了。他是这么死的。哎呦，很惨的。对呀，干这个事情，让我们一看就是李斯那个样子。太可怕了。所以你就晓得。伦理道德的教育多么重要啊！为什么今天世界上出现这个样子？我们把教育丢掉了啊！大不孝，哎，不相信老祖宗了，对老祖宗批评，那这还得了？那也许这个猪是他前世的母亲呢？哎，对，是否有可能吧？对，是。哎呀，怎么下去这个手呢？其实这个问题昨天问了，那师父昨天其实这个问题问了，那我还要问一下，就是这个水库大坝由于数亿的白蚂蚁掏空，对下游的居民造成了生命安全威胁。那就是说我昨天也说了，就是说尤其这个蟑螂就很多人头疼啊，您说这个简直是就是遍地都是，尤其厨房卫生间遍地都是，简直是又不能杀它。您说怎么办呢？师父，你就做一个榜样，做一个榜样，你决定不杀它，你爱护它。啊，你学那个修兰博士，你给他念蚂蚁菩萨、蟑螂菩萨、蚂蚁菩萨，我爱你。我错了。啊，对。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请哎，谢谢你，哎，就跟你蚂蚁菩萨说，没错，啊，诚心诚意跟他说，你说我们一起来表个法，我这样做
你们都能够离开，让大家以后都不再杀蚂蚁，都不再杀这些小昆虫，这是一桩功德事情，我们合作来表演一下。好，然后我再弄点食物给他，没错，写草坪，没错没错，那是说这是你的，对对对，没错没错，吃哈，没错没错，这样的和平相处，没错。那师傅家里头办婚丧嫁娶哈，过生日、生孩子，然后搬家，还有升迁。大摆酒席，很多人哈，鸡鸭鱼肉的大吃大喝，就这样的做法对这个新婚夫妇、也故去的老人，还有这孩子，都有什么样的影响？师父，折福，折福，对哦。婚丧喜庆，应该要修福，应该有修福，修福，不能够折福。那修福的时候，请客也利用素食。在这个时候放生布施救济贫苦，或者是诵经念佛，像现在的时候流通佛法，像经典光碟，这个好啊，这是修福啊，这个对自己真正有好处啊。你造那些业不好，不好。那应该在这种场合应该大摆素宴，然后把这些光碟，那他们家太，那福报太大了，得真的真正能得福哈。是，你看看这个是胡晓云最近所做的，那不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样子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呀，现在完全变了，完全变了。公司以前是天天头痛啊，那现在公司每一个员工自动自发，不需要管理了。这个钱财账目统统交给他们，都不必过问了，没有一个贪污的，没有一个不守本分的，能把人教化到这个样子。这人都有良心。都把公司当作是自己的家庭，都爱护，因为他自己带头去落实《弟子规》，没错，然后带动全体的员工都跟着他。其实，哎呀，真是好，这个教育真是不得了。是啊，你看这个日本的稻盛和夫，这是日本经营之圣的，人家称作是神圣的，他做了50年。就是用中国传统老祖宗的方法落实在他公司，做出成绩出来。我相信胡晓林，他干了50年，胡晓林再干5年，是吧？他要50年之后啊，肯定超过稻盛和夫。真的，师父。因为稻盛和夫，他是。爱他的员工，公司经营的利益，第一个，员工得到利益，第二个是顾客，最后才是公司，公司的利益摆在最后。胡晓林的心量比他大，胡晓林的心量，第一个是顾客，第一个是顾客，顾客，第二个就是他的员工。老板是最后的，我们国内说是为人民服务，对对对，摆在第一位，对对，他们那摆在第一位，真是了不起，太随喜功德了。对，所以我觉得他50年之后决定超过稻盛和夫。哇，这是一个好样子，带头做，让企业都能够效法他，都能够向他学习，永远立足于不败，永远立足于不败。因为他员工真干，诚心诚意来服务，都知道干这个事情是修积功德，积功累德了，他们是用这种心情来服务啊，来经营事业，
以后胡老师在给别人讲的时候，很多人在讲怎么发家致富，胡老师成带头人了，经济上那个老板的带头人，然后就可以讲我们怎么学习传统文化，没错，这是法宝，没错，这是你成功发财的最大的，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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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那有些人在祭祀祖宗啊、神明啊，尤其是我们拍电影，有一次我跟香港他们拍电影，他们就是拿那个猪头去祭祀。后来我那时候特生气，我说你怎么不拿你的头去祭祀呢？摆在那儿呢？您说他这种做法如法吗？那他这拿猪头去祭祀祖宗，那对祖宗和神明，还有即将拍的那种片子，有哪些影响呢？师父，影响是负面的，影响是负面，不会是正面。但是现在电影电视对于先前的社会对于灾难都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个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这个东西可以带给全世界的灾难，可以毁灭全世界啊。如果从正面的话，那他是救世，他是救世主，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做负面的话，他的罪业也不可思议。因为我们这些人每天在教导人们怎么杀盗淫妄，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对杀盗淫妄的后果就是地球的毁灭。我自己是做这个职业的，我真是觉得我们很多的同行啊，尤其是很有影响的那些同行，就是大明星什么，真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对，真的都没有好下场，太可怕了。凡是从事于这个行业的几乎没听到一个好下场的。我们所看到的花报哎，国报都在地狱，国报都在地狱，都在地狱，这造地狱。很可怕。所以我们真的要清醒啊，自己在干什么。我觉得中国可歌可泣的那种片子，其实古代传统那种因果关系的那些东西，就是戏曲啊，很多的那种戏曲片段呢，真的特别的好，对，教人们行善呢，然后呢，仁义礼智信都在里边，很多好的东西在里头，为什么不宣扬呢？这个是文化程度上的问题。文化程度上的问题。哎，你过去因为国家有这些教育，人民都接受了，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教育是家庭的事情。哪一个家庭不希望自己后代好，儿孙好，所以他都把他教好了。哎，现在中国没有家了，家破人亡啊！中国自古以来家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啊，都是五代同堂、六代同堂，啊，人口都有几百人，所以它是一个社会组织。啊，所以中国古人才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你能够治家，你就有本事治国，那只是扩大一点而已。啊，家就等于个小国一样。嗯。啊，所以家教育是家来负责，养老也是家负责，养老育幼是你家庭的事情。啊，所以他对这个就非常重视，啊，小孩的教育。特别是扎根教育，一定抓得很紧。一定抓得很紧。嗯。啊，所以这些娱乐都是把教育放在这里头。啊，用娱乐做手段，实质呢？实质它是在推动教育。啊，所以你看，就无论是这些艺术的表演，啊，戏剧，啊，歌曲的时候，里面内容。都是孝悌忠信，都是礼义廉耻，教你这些东西。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从小已经灌输到阿赖耶识里去了。啊，所以他起心动念，他就会想到这些标准。啊，总有个谱，有个底呀。啊，做坏事不敢太严重的。啊，好事懂得要认真去做。现在没有这么高的文化了，这种文化他不懂得欣赏，是啊，他看了没兴趣，对，哎，所以这就是欣赏我艺术的水平逐渐往下降，越来越降低了，那逐渐，对对对，师父，所以现在孩子们他们自己没有歌曲。嗯，没有歌曲，小时候我们爱唱点什么爱祖国爱人民那种歌曲啊，爱爸爸妈妈那种歌曲，那么现在人孩子们唱的歌都是大人唱的歌，什么爱的标准是什么，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儿子就爱你就是这种标准了，因为孩子没有标准，不错不错不错，哎呀，所以娱乐界哈，就是传媒界，就是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就是说你自己要做什么，对社会的影响也太大了，真的要谨慎呢，一定要谨慎，不能再作恶了，不能再传导这些信息了，一定要向善的东西。师父，辽宁法制报2009年3月3日发表的《抗生素你无法可逃》，他一文中指出，他说很多的养鸡的这个专业户啊，通过不法渠道将医药公司收购大量过期待销毁的抗生素和鸡类等药品，每天定时的放在那个一个盆子里，然后成群的鸡舍里就是抛洒，那使小鸡在短短的34天就出来了，上了人们的餐桌。师父，您知道就是央视记者还有很多的记者在追踪报道，就说很多的死鸡去哪里呢？然后就根据调查说，80%以上的死鸡都端上了餐桌。我就看了一个相关的报道，是辽宁台的一个报道。那他就跟踪啊，那个有一个人就成麻袋的，他早上起很早就起来，推了个自行车，然后就到各点去收那些死鸡，到鸡舍，完了放在那里头，然后就整个一个自行车里头全是了，那个就是带着各种麻袋的死鸡，很多很多的，然后一个特肮脏的一个这个作坊，到那里以后那然后就先是拔那个鸡毛，拔那鸡毛以后，那记者一下就看见说，哟，这是尸毒哎，绿的。您知道吗？还有很发红的那些东西，就是尸毒嘛，紫的，还有发绿的不得了那种，发霉的东西。说哟，他说这是尸毒，说没关系，然后砰就给他泡在那个很脏很肮脏的那个凉水盆里头，要泡到凉水里头了。泡到凉水以后就拔，要想把那些拔拔以后，然后就把那鸡再拿出来开膛以后，那个肠子有多么臭嘛，这记者吐的都不行了，呕吐。后来那人已经习惯了，他说我们开始来的时候，那工人说我们开始也吐，习惯了就好了。然后就把那个肠子掏出去了，掏出去以后洗吧，然后那个就是他说这个烧鸡好不好吃，一定要在调料上都抹上很多那些其实有致癌物质的那些化学品，调料，然后搁点盐、酱油什么的，那个酱油锅永远都不换的，常年累月的，然后在这里烤。他说：“天哪，我看见那有绿色。”那记者说：“这是人们能看见。”他说：“甭说看见，你等我一烤完香的，你也看不出来，你也吃不出来。”结果烤出是挺香的，然后。这个烤完的鸡就腾又扔在一个特肮脏的一个盆里，扔在地里头，人们就是这样。所以一个禽类的专家，他有一次上火车哈，他赶路嘛，他就买了一个烧鸡吃，他打开烧鸡一看，他吓坏了，原来是包心包肝的鸡。师傅，什么叫包肝包心鸡？就是说这个他得了一种瘟鸡的一种病，然后他那个烧鸡的那个工作人员，他来不及把那个白的东西，全是白的东西，就塞着全是白白鸽的那个白鸽的，
还来不及处理掉，结果就弄成烧鸡，把他吓坏了。那我就在想，他是个专业的人士，他是专门禽类的专家，他能明白。那不知道的人太多太多了，师傅，太可怕了。那就是全球的科学家，就是说35年的科研铁证，说癌症以肉食如影随形，师傅，太可怕了。对。那据了解，全世界的就是养鸡的人，他采取给鸡不给光、不给水、不给饲料三不政策，让母鸡呢强行它褪毛换毛，以至于第二次的那个产蛋的高峰，结果现在的蛋鸡每年的产蛋量是100年前的5倍以上。师傅，您请问师傅，您说在这种环境和心情下产下的蛋能吃吗？师傅，对，不能吃。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听到这些报告，也不了解这些状况。我只是应该是4-5年前在庆云看齐素平带我去看过这个养鸡的作坊，啊，养鸭的。养鸭。我看了之后我害怕，啊，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不但这个鸡鸭不能吃，连蛋都不能吃。我说它不正常吗？师傅，您看，我带来照片，您看以前的鸡。啊，对。它鸡是个嬉闹的动物，它在外头，而且我记着小时候我家养过鸡，它自己知道它自己就是没有那个盖不行的话，那个蛋下来那个蛋软的时候，它自己会刨那个小石子儿，小石灰吃，它就那个补充那个。您现在的鸡舍，不错，以前的牛，现在的羊。师傅，我还听人家说哈，就是我认识一个人，他说现在蛋也不能吃，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会得那个抑郁症啊，就说鸡呀，它是。他刚才说是个新，应该是在大自然疯跑的这种动物，它应该是在大自然环境里生长的。那么现在很，就是说它的一生的空间都不到 A4 纸，然后它就抑郁，师傅您知道吗？所以它抑郁的反应呢，就是互相的在，其实它已经是疯了，您知道吗？就当就教就是刀别人。我有一个朋友，他养个狗，他从来不遛这狗，后来这狗就疯了。就咬他们全家人，后来到了狗的医院，就说他已经疯了，说因为肯定你是你把他圈在家里，鸡也是如此。那他在这种心情抑郁的情况，他已经得了抑郁症了。那么他下的蛋一定会那抑郁的成分在里头。师傅，我曾经拍了一个片子，就是叫聋哑人的故事，叫《无言的爱》，我演一个聋哑人。那么我就是跟很多的那个就是残疾人协会的那些。领导阶层人我们有接触，他说丁佳丽你知道吗，他说现在的残疾人不光是这什么缺胳膊少腿，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聋这些的，他说就是80%的残疾人是什么抑郁症的人。其实我就一听说太可怕了。那么吃了这个蛋，很多的孩子大量的吃蛋，我们大人以为就是他这个蛋里有营养，那孩子得抑郁症还不知道怎么得了呢。那我觉得饮食里的隐患，尤其肉里的这个鸡啊、蛋啊，肉里的隐患简直是太大了。没错。所以我就说，现在的豆、蛋、肉类，就是可能是最大的健康最大的杀手。对，不但是肉食，现在连素食都有问题。素食都有问题。问题，你是这个蔬菜、水果都转基因，都用农药化肥来培养。全不正常了。所以佛经里头说饮苦是毒啊。我说佛3000年前说这一句话是说我们现代人。饮苦是毒。哎，60年前一家子之前没有啊。还没有感觉的是饮苦是毒啊。现在我们在今天确确实实。我们饮食全是毒。师傅，就前段时间，因为我就跟一朋友了解情况，然后我在网上查了大量的这样的信息。现在说是牛奶啊，现在的就是这个奶牛啊，非常凄惨，这一生非常凄惨，因为他一生都没有见过公牛，就人工让他受精，所以不停的在让他
就是人工受孕，然后不听他让他产生奶。那么他从生了他的孩子以后，小牛就被拉走，被上了人们的餐桌。现在人们都实行吃小牛肉啊，嫩呢，那么就上了餐桌，妻离子散哈，家破人亡。那么他自己呢，也没见过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他的奶应该说是给他孩子吃的，但是都要供给人们喝的奶。那么现在人们大量都喝奶，就是这个需求量是达不到的，怎么办呢？现在一斤牛奶里头要掺二斤的水，那掺二斤的水，牛奶跟水的份比重就不一样，怎么办呢？就加牛尿，因为牛尿的分量是跟奶的量是一样的，加牛尿。加牛尿以后还不够，那么蛋白咱在哪里来呢？就要从这个垃圾站里头拿那个旧破旧的皮鞋，人们扔掉旧的皮鞋皮衣，还有那个皮箱子，还有很多就是沙发的几个加工厂，废弃的那个就是那个边角料什么的，然后拿回来加工，用化学成分加工，然后用别的化学的东西处理以后，这有这个蛋白了吧？就有一些蛋白，然后掺进牛奶里头。师傅，我是觉得敢喝能喝吗？能敢喝吗？哦，太可怕了，师傅，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们现在，我跟你说过的是，我们在飞机上的饮食都不敢吃。哎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中国医疗行业院士透露，他说奶制品里含有许多的抗生素，长期服用导致了中国婴幼儿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增加，抗生素的耐药导致儿童生病后无药可治。无药可治，不错，不错。那香港人都爱吃大闸蟹，师傅。香港一周刊他报道说，香港人特别喜欢吃大闸蟹，而且价格现在也越来越便宜了，几乎成为市民的那家常便菜了，便菜了。那通过记者采访后才发现，说这些大闸蟹都是用激素快速养成的，发现这个蟹肉里不仅有生长素，还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抗生素。以前呢，就是有人爱吃大闸蟹，我一个朋友他特别爱吃大闸蟹，他就发现因为秋天以后才有黄哈，师傅，就现在就发现这个大闸蟹哪个季节都有黄，所以现在师傅您知道吗？现在明白真相的人流行这样一句话，就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算勇敢，现在敢吃螃蟹的人才真正的算勇敢。那现在很多那个爱吃那个鳝鱼嘛，鳝鱼为了让它长又粗又大怎么办？给它喂避孕药，就是这样。所以目前全球青少年的性成熟年龄已经从原先的14岁、15岁提前到11、12岁。两年前北京的一项调查报告发现，幼儿性发育开始趋前，最小的4岁到9岁左右的女童就来月经了，人们用药来催熟鸡鸭鱼肉，没想到也催熟了自己的孩子，害了动物的同时也害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请问师父，我们这不是岂不是真的像佛经里说的饮苦食毒吗？对。那现在什么样的饮食才是最健康最安全的呢？师父，这个问题70年代，就是上一个世纪，1970年代，汤恩比博士就提出来了，最健康的饮食是要恢复中国过去的用人力的农耕，用人力的农耕，那决定不能用这些化学东西，那就是最健康的饮食。如果的时候不能恢复的时候，那全都是饮苦食毒。啊，这个果报100%要自己承担。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是。人类在自掘坟墓啊。对。那么就是说，如果有能有条件，还是自己，就像您说自己种哈。
没错，没错。也应该让这些农民知道真相，不能。对。这些畜牧业的养殖人员也懂得因果，不能再造这种罪业。其实你杀了别人的同时，也杀了你自己的亲人。没错。因为你是养猪的，你可以不吃猪肉，但是你不能不吃鸡肉吧？对。你不能不吃鱼肉吧？没错。人别人也在杀你啊。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对。所以这个畜牧业的这些养殖人员真的应该注意，你要为子孙后代负责任呢。我们冷静观察，业因果报都在现前。业因果报都在现前。你说一个灾难来了，几秒钟，一个城市就毁灭了。我们看到日本大地震，311。这个纪录片是当时直升机在空中拍下来的，那个可怕的状况比美国的2012的电影严重多了，那是真的，不是表演啊！你看海啸一上来，真的几秒钟，这一个村庄全没有，一个小镇没有了，那才是10米的海啸啊！如果是50米的、100米的，那么一个城市都没有了。我看了纪录片了，我觉得这真是，它是真实的记录。对。现实的记录，不像2012，它还有后期制作什么的，它是一个对它编的一个，对它这个现实，这真是太真实了，让人触目惊心。对，那师父近年来这个地球灾难连连哈，地震呢、海啸啊等种种灾祸。前段时间师父，就是2个星期前，在报道哈，电视台在报道。就是20个小时之内，全球有24个地方在地震呢，连续地震，有高的达八，全都8点几级，所以电视台我看后边就说我们地球怎么了？就是当时我看了一个画面嘛，很多的地方都是红的，而中国有反应，国外有反应，太可怕了，20个小时之内。那么佛说欲知世间刀兵劫，但听半夜屠门声。师父，现在世间的战争很多。尤其这些天然灾害是吧？你说真的是杀生吃肉的关系造成，就是这个果报吗？对，是吗？这个你要问地球是怎么搞的，应该问现在人怎么搞的。现在人怎么搞的？对，因为地球它是物质，物质是跟着人心在转。嗯。近代科学家把这个事情证明了。嗯。所以提出一个结论：以心控物。以心控物，控制的控制哦，以心控物。因为物质是随着我们念头转的。嗯。我们的念头善，物质环境统统善。嗯。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啊，今天我们地球上居民，我们的念头不善。我们的言语不善，我们的行为不善。啊，你细细讲，现在人的心是什么心？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疑，是这个心。现在的心是什么样的情绪？怨恨恼怒烦。现在人干的什么？杀盗淫妄。哎呀，不善到极处了。那么地球也就不善了，啊，地球是我们的念头所感的嘛，嗯，啊，所以头一个，我们的身体不善了，到五脏六腑都生病了，我们居住的地方什么样的灾难都现前。佛经上告诉我们，贪婪，干的是水灾，
海水上升，这个海啸都是属于贪心，是贪干的。嗔恚干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是这样干来的。啊，愚痴干的是风灾。啊，我们看到报道，一天24小时，这几个地区居然有200-300个龙卷风，这从来没听说过的。啊，傲慢感应的是地震，怀疑，贪嗔痴慢疑是怀疑，怀疑是最厉害的，山崩地陷。怀疑什么？信心失掉了，对自己来说，免疫能力没有了，就怀疑，严重的怀疑，免疫能力完全没有了，居住的环境，高山会倒下来，地会塌下去，陷下去。这个在以前太少了，现在到处都是。啊，所以原因呢？自私自利是总的总原因。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杀盗淫妄酒，你天天干这个啊，继续干下去，最后地球毁灭，人类同归于尽，他干的是这个业啊。能不能拯救？能，只要你回头啊，你能够转过头来，我不再自私自利啊，真像中国古人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起心动念先想想别人啊，真正能做到不贪不痴啊，不嗔恨不傲慢不怀疑，你自然就不会造杀盗淫妄的业了。哪敢？哎，我们这样一改过来的时候，身体就恢复健康，地球也恢复健康，灾难就没有了。在从前找不到方法了，现在晓得，这个佛经上早有，佛经告诉我，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经教的佛常说的，现在被科学家证明是事实，不是瞎说，完全是事实。所以念头好，没有一样不好。啊，念头不好，想怎么好都想不到。感恩师父。师父，有外国人说地球上活着三种很特别的动物，他们的爱与光比人类要多，就是海豚、鲸鱼、大象，他们的能量比人要高，他们为地球保持高能量，若他们死了，能量随之消失。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有道理。可是最有能量的还是人啊。还是人啊。人为万物之灵啊，现在人不自爱啊，人把方向走错了，大象不能成佛，人能成佛，那师父您说他就是他们这些动物这么有灵性，杀了他们，那么他肯定会报复人类的吧，就灵性越高的动物是否报复性越大，报复的速度越快呢？您看看我带来的照片，一定给您看看。说血流成河，应该现在说血流成海。鲸鱼，对，海豚，您看看这个海豚，看了他自己的同类被杀了以后，他痛苦的表情的眼泪，对对，您看师父，对，这一些都是造成今天灾难的第一个因素。
果报肯定会现前，肯定会现前，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哎，太可怕了，我觉得人类挺残忍的。对，所以这个灾难频率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看到这些就明白了，自作自受。对，灾难不是自然的，所以自然灾害这个话不太妥当，不太妥当。都是人心、人的行为、造的孽所感应的。说人类真的应该反省，应该忏悔了。对，所有这些灾难，师父是不是跟我们人类共同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啊？所以我们真的应该为这些行为真深的忏悔哈。现在很难，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原因都是受科学教育。科学教育里头第一个要求的是怀疑，怀疑一切。对啊，不是从怀疑他才能发现问题。这个就用在物质可以，用在心里不行啊。因为过去这些当中的概念是物质跟精神是两回事，这为物为心，它不是一桩事情，分开了。现在科学家才把它修订，发现心跟物是非常密切的。啊，物质分析到最后是什么呢？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而是念头的波动频率，这样产生的这个物质现象。所以物质既然是心变现出来的，那个心就可以控制物质，那就是念头。念头可以改变物质，所以念头善，所有物质都善。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不就是明白表现在那个地方给我们看吗？那我们今天地球社会灾难统统爆发了，什么原因呢？人心不善啊。造业不善啊，心行所感应的，所以化解并不难啊。美国人一位量子力学家布莱登，他写的书不少啊，被翻成中文的，研究念力的秘密。他告诉我，化解2012的灾难，只要地球上的居民觉悟，从今往后，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你看，就讲这么三句话，这灾难就能化解。不但能化解，还会给地球带来更好的方向。这话说的对呀，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佛说这个是3000年前，这是30年，最近的30年。啊，发现的，心物同一体，不能分开，所以念头会改变环境。那第一个改变我们身体，所以现在科学家找证据支持这个理论啊，整个世界科学家都承认了，科学的这个过去科学的这些理念统统推翻了，这新的科学了，这个能救世界啊！
所以他们的证据找得很多，都是收集医疗啊，不要用药物，意念来医疗，不但能医疗自己，还可以能医疗地球。嗯，还可以医疗地球。医疗地球，不错。哦，嗯，都是用念头，念头善念，不能再用恶念了。不能再用恶念，不会。那师父有现在有近些年来吧，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哈，就是像这些猪啊、狗啊、牛啊、鸡呀、啊、鸭呀、啊、等等哈，有几只动物有病了，就是感冒什么的啊，这是人们就把这个区域的动物斩尽杀绝。对，你说有这个必要吗？请您慈悲开始。这是错误的。错误，这是给这些众生结了冤仇，深仇大恨。深仇大恨。对，这是错误的。你说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假如说人有了感冒，你就给吃感冒药吗？对，是。那能不说把这个区域的人都给杀进来？对，是。这是不人道的。不人道的，这是绝对错误。因为给他们治疗，对，不是说没错，所有的人都给杀掉。没错。但是现在这些动物的病也都是人造的。对啊，你看他吃的是什么？对。他受的是什么罪？是。啊，他不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存的，你说那个怨气还得了吗？等于生下来关在小笼就紧闭，终身紧闭，那是什么样的心情？哎呀，太郁闷了。当然了，太郁闷了。所以那个肉能吃吗？不能。啊，你看到它生长情形，我们不敢吃的肉。啊，伊斯兰讲卫生卫性，啊，保护自己善良的心情，心情不好的都不能吃，那现在这种养的心情多好啊，他心情怎么能好得起来？终身监禁，一点自由都没有。啊，连自然生长的心情不好都不吃。这看到这样能这样吗？不敢吃了。不敢吃了。所以这都是人造的，也都是科学带来的灾难。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不发展哲学啊，这个科学，我们现在明白了，那是大慈大悲呀。啊，这些先进的科技，中国人都会呀，不愿意做。不能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啊，还是走伦理道德。所以我一个哈尔滨的一个朋友，他们家自己家养猪，后来他就问他哥说：“这猪都给他吃什么？”他说：“已经不吃那个以前那个猪饲料了，那种不是。”他说：“现在一种化学的一种东西，就白像白粉似的，让猪吃完了就嗜睡，困得不得了。”后来他一个朋友，也是老睡不醒。他说：“呀，怎么我老睡不醒？”后来我那个朋友说。他说：“你是不是爱吃猪？”他说：“哎呦，你怎么知道？”他说：“你赶紧把那肉断。”结果他把肉断了以后，他这种现象就没有了。对，对，这就是食物里头有毒。师父，现在啊，现在人们哈、啊，都愿意美哈、啊。然后剥了100只动物的皮，才能制一件皮大衣。我也获得了一些。信息，就是您看看，这个这都剥皮的，对，这是剥老虎皮的，这剥老虎的皮，然后最后老虎皮就成这样了，对，就这样，然后还有一个照片，小兔子，这个人穿着兔皮大衣，然后写上妈妈的味道，我曾经看了一个视频，师傅把我吓坏了，这个剥皮的人。是那个视频现在在网上很多人都在观看。剥皮怎么剥呢？把那个浣熊啊，还有那个雕啊，就是
就是这些能兔子什么的，就使劲人呢拿这个活的使劲往地摔，摔不死怎么办？就拿那高跟鞋，女的高跟鞋使劲踹他，使劲踹那脑袋，就看那眼睛瞪得大大的呢。还有一个最惨的一个形象，整一车的浣熊都给拨完了，有一只浣熊它有多那，全都血淋淋的，就已经全都拨啪就给扔在车上了，也不知谁给拍下来了，这把这扔拿手机给拍下来了。然后这个浣熊就挣扎着，就全是血，然后这个又血又是泪，血泪就流着，然后他就挣扎，就这样，他那脖子长就这样看，吭就下去了，然后他还要吭，人们不知道他要干嘛，就这样就很挣扎的看，然后看自己的这个皮，嗯，然后就这样特痛苦啊，然后流泪，然后腾就倒那儿了，哎呀，这个视频让人心惊胆战呐，师傅啊。为什么要活扒皮？后来我问他们说为什么活扒皮，说呀，为了这毛好看，活扒着皮，然后出了毛价格要高，他谋取暴利嘛，那个就谋他那个买卖交易的时候，活着扒的皮说跟死的扒皮完全是不一样，所以让这些动物活遭罪。您说这些人，师傅啊，这些活扒皮的这些人，这些制造商，还有穿皮衣的这人，还有从事这类职业的人，他们将背负什么样的果报？师傅，剥皮地狱。剥皮地狱。对，就是他怎么样剥这些畜生，将来自己的皮是就像那样的，同样受同样的刑罚。这地狱里就有剥皮地狱。跟你造的业一定相应，那同样他也得找制造商啊，因为你不收购这个，没错，我不会遭死，通通都有罪。而罪魁祸首是穿的人，那是罪魁祸首，你不穿他就不会造这个业了，啊，你不吃他就不杀了，对呀，啊，所以受这个罪刑罚最严重的，啊，就是你动这个念头，你想要他的时候，啊，不要以为我没有杀你，你上杀的人去讨债，杀的人为什么杀？他要买你，他要吃你，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师父，我觉得。在这个地球上，最凶狠的、最凶恶的，就是人类了。对，无恶不作了，已经。对。那么，师父从事这个养殖业的，还有贩运肉鸡啊、猪仔啊，还有经营饲料、兽药的人，他们将背负什么样的因果？通通是地狱。通通都是地狱。通通是地狱。现在人哪一个不造地狱业？啊，地狱里面受罪的人已经受满了，他们超生，地狱腾空了，这些人都进去了，啊，不知道要受多少年呢，不是用年算，用劫算的，时间之长啊，非常可怕了，啊，你这一生你做了几桩好事，你那个好的果报，现世就享完了。你所造的罪业累积在那，那是你后世的果报。人要是真正知道因果报应，宁愿饿死，我也不会吃众生肉，也不会不是会吃动物的皮了。对。穿动物的皮了，哎呀，那师父，有的人哈，他一生，就是短命，嗯，然后病苦缠身，您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业报。业报。对，你看到果，你就能想到他的因，嗯，他造的是什么因，嗯。
看到现在人造音，就知道他讲的什么果。自己细心去看，自己了解，自己就不敢做了。所有一切众生都有灵性，都是人造业去投出生道，他跟人没有两样啊，他受这个报，他不甘心情愿，他还有怨气，小动物也贪生怕死，你看这动物的表情你晓得，那这种怨恨来生再报，生生世世报来报去，叫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轮回，轮回的因就在此地。所以只有佛菩萨能救，佛菩萨让你觉悟，啊，不要再报了，算了吧，你能够一醒过来了，不再报了。这个业就到此就终止了。所以有些动物它要报仇的时候，人们就劝它算了吧，咱们就放下嘛，你也念佛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说我肯定去，我先报完仇我再说，我先把他命要了我再去。确实，这可麻烦了，这麻烦了。其实，他要想要他的命，极乐世界去不了。是。对，他必须要觉悟，必须觉悟说这些都是假的，就像做噩梦一样，是自己迷惑颠倒时候造作这些，头脑清醒怎么肯干这坏事？是，所以说穿了，还是我们把传统老祖宗的教育疏忽了，这是真正的原因。啊，为什么古人他不造这个业？为什么现在人敢造，古人不敢造？说您说这人要懂得因果，他能用那个高跟鞋使劲去踩这个动物的脚，然后活扒他的皮，对，然后就瞪着个眼睛，他就这样，动物也瞪着眼睛，他也瞪着眼睛，他把你记得牢牢的，对，记在你阿赖耶识里，生生世都跟着你，没错。您说这个不懂因果真是太可怕了，对，是。我们幸亏都学佛了，不学佛简直太惨了，对，不知道啊。哎呀，这个因果教育，从前是城隍庙教的。现在人不相信了，城隍庙都扒了，都不要了。那不要的就是让人造业。其实因果报应这些东西，最好是通过媒体是最好的传达给人们。您说是不是，师父？可是有些人不去做，哎，很多人。家里人有病哈，师傅，那有人就建议说，你把那肉断了，别吃肉了，然后建议他去放生，最好就是全家都吃素。您说这管用吗，师傅？管用，管用，管用。为什么呢，师傅？这是你真正知道错误了，你真正知道忏悔了。这些冤亲债主，有些他就原谅你了。哦，哎，就算了。啊，除非深仇大恨，这种才算你太轻了，你还不够。啊，因为冤亲债主太多了，每个人后头都一大堆一大堆。如果是有这个天眼的人能看到的话呢，后头都一大堆一大堆。太吓人了。真吓人。哎，而且说满空中都是的。啊，你看那个现在看天气，晴朗的天气很少，都是乌烟瘴气。是。那什么冤魂、冤气。是不是人有怨气？你要得罪我一句话，我还能记很长时间。对。你说这个杀人害命的。没错。那怨气。他永远不会忘掉，会跟你好多事。
报复，等待机会报复。哎呀，什么人能还得了啊？太可怕了。没办法，一生所造的业，无量劫都还不了。哎呀，师父现在提起这个放生，真的师父没什么地方可能放的了，这怎么办呢？您说什么？是最好的放生，师父。还是念佛。念佛。对。念佛是最好的放生。哎，素食念佛，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哦，念佛出吃素是最好的放生。对。慈悲心呢？我们永远爱护众生，不再杀害众生。现在放生真的找不到地方。水族谁都有毒，哎呀，放了它也是死路一条了。真的，所以我们把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啊，劝导大家放弃这个世界，世界是假的，太苦，太可怜了。求生净土，啊，把过去的一笔勾销，一笔勾销，一笔勾销。真正觉悟，我们就是这样干法，啊，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障碍我的人，陷害我的人，这个统统一笔勾销，一笔勾销。哎，为什么我要记这些东西？就障碍你往生，是啊，我统统放下，我往生了。你们在六道里受罪，还得受报应，跟我有缘。什么时候你忏悔，你认错，你回头，我再来帮助你。不认错不回头，来了没用，你帮助他，他不接受。是，哎，所以到你能接受的时候。一定会来帮助，这叫大慈大悲。好，无限的感恩，师父，谢谢您，师父。